橘子中间画一个线，然后再把它剥开，小心不要把皮剥破。我们要小心，要留下蜡烛的啾啾。哇，这个也很好哦。这个也有啾啾，咕啾。我们有四个。现在我们要倒入橄榄油，要点火咯，要大人帮你点火。哇，大火蜡烛，再来一个，哇塞，大全部倒光。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做做看。